咁而家嚟計咧，就前邊好大架車嘅前邊啊，佢分分鐘依家坐喺個包廂位咧，變咗佢想突圍咧都要好難啊，除非佢好似第一個回合，哎，有意外發生，就響東方話，哎，有兩個車手發生意外。呢、這個情況咧，同頭先正話葡京灣嘅情況係一樣啊！我諗第一，哎，這個車手會傷勢嚴重啲，因為佢係俾後邊嘅車咧剪過噶。而家你見到嗰個受傷嘅車手就瞓咗喺地下。好啦，賽事睇下會唔會停啦。我估計咧，賽事咧會有紅旗出現，因為咧我一見到咧，響東方灣嗰處係左車手點樣啦，佢咧就。系啦，嗱，依最尾嗰、那個，最尾嗰個掟埋去噶啦。嗱，依家嗰個已經失控掟咗埋去，落咗地。由於後邊個車手咧係冇機會俾佢閃避噶啦，因為後邊嘅車手已經應該係個車側近係片緊彎嘅。哇！十足十啊！呢、這個鏡頭咧，頭先係啦，葡京灣嗰個情況咧一模一樣啊！哇！咦，撞佢嗰个车手是25号车嚟喎。25号呢位车手呢是香港的梁伟雄嚟喎，如果没看错的话。今日第四场赛事